在圣经，以色列人啊，就听我的话。拿撒勒人耶稣，上帝要用伊伫恁中间行各样的关联、秘书、甲圣信仰，来对恁证明伊，这就是恁所在的。伊照上帝行着的旨意，甲大圣哉的意见相结上，恁遮的就不管的人的手。定是一个害死伊，总是上帝偷办遐个死的苦叹，福音告我，是伊袂为互死所逼迫的。第二位三十二节，这个耶稣上帝已经互伊告我，阮遮个拢做因的工匠。伊既然予上帝手正手也以官权，佮对父所受应允的圣神，就将这个降落，就是恁所看见、所听见的。因为代父未捌就天，独独家己讲，主甲我的主讲，你做我的大兵，听候我予你的对策。做你的脚踏椅，安尼以色列全家就确实在这个耶稣上帝已经设立做主、做基督，就是恁所定十字架的。众人听了，心内凄惨，对彼得甲其余的使徒讲：“兄弟啊，阮怎样做？”彼得甲因讲。恁着反悔，达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，到予恁的罪赦免，搁要受圣神的赐福，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众远的人，就是敬仰主，咱的上帝所要召召的，搁另外用济济话感谢。来苦恳因讲，恁着救家己脱离这个邪的世代。对安尼接纳因的话的人，拢是洗礼。迄日约加添三千人，常常全部使徒的教示，三以及教会八饼祈祷，以上按上帝话，咱知伊是怎样。来教示咱，怎样来听人咱。这时，咱做伙来念今日的圣经节。圣经节伫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第三十六节。咱人无嘛有，咱做伙来念，咱先念台语。安尼，以色列的上帝确实在，这个耶稣上帝已经设立伊做主。就是恁所定的旨意，我弟安尼讲哈，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上帝已经立他为主，各基督了。弟兄。